大家好，我是下一橘子，又有福利要送给你们了。相信有订阅频道来看实况的都知道，我们已经送出10份 NS 游戏了。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暗黑啊，我决定再加码送出7份。从6月7号到6月11号，只要记得订阅 YT、Twitch 和 Facebook 粉丝团三个平台，影片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就有机会获得暗黑破坏神4游戏。参加的连结呢，我放影片下方。有任何问题呢，也可以来 Twitch 实况询问。别忘记，三个平台都会送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那一部影片呢，有关羊头人的速刷地点啊，哇，刷的非常有回应，哇，真的太升太快了，太爽了，里面经验超多。但是也有一部分呢，就是觉得羊头人好像稍微有点太强了，有没有那个比较弱的怪让新手也能速刷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机体不需要太强，也能速刷的点。好，我们先打开地图嘛，在中下方有一个这个，那扎兵在右侧呢，会有一个这个地层，它叫做木芒洞穴。简单讲，里面就是超级多的蜘蛛。其实里面的蜘蛛啊，跟上次羊头人经验两个，我觉得是不相上下。但是这边的怪的确是比较好打，不会有一些太多的这个那种烦人的技能。我有顺顺通过，就是速刷，大概是5分钟，所以5分钟大家可以拿90万。那当然也是推荐你们可以组队刷啦，因为里面它类似一个是一个方形的地层，那大家去分头走不同的路会比较有这个效率。地图大致上就是这样。还有这个1、2、3、4四个点，那每一次会有稍微的随机性，那你多人组队的时候就可以分别分配，这样大家会变得比较有效率，比较顺。那这边进入到这个 BOSS 的话会有个两个分歧，一个就是说 BOSS 不会拖我太久的时间，那这样比较有效率，就值得打。但如果你是要打很久才摸死 BOSS， 就不推荐，你可以这个到这边之后就跳出，然后重新这个简单好打的蜘蛛。 OK，这样就算击败了 BOSS 了。前面基本上就三个点要注意啊，第一个就是路上的毒，第二个就是呢，它整个地层啊，它是分很多个这个角的，所以你们要先规划好谁去哪边。第三个就是 BOSS 到底要不要打，主要是以经验值多的、效率方式高的来考量啊。那我们这边其实上次有提到过，再提醒你们一次，就是要离开地层。单人的话就是呢，把这个制定指令设定好，这边有单人的离开地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离开了。这时候呢，在这个做离开游戏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多人的话，就跟之前一样，你就是把这个左边队长的这个右键点开离开队伍，然后之后呢，你们再直接加入队长。这边有个小技巧，就是队长可以把他的设定这边社交可以把它打开。允许快速加入，这样子呢就可以他很快的直接进来。你来，那就有跟上次一样，这个推荐你们制作的灵药点，来灵药这边不受灵药蜘蛛，它有增伤 20%， 然后又有这个30分钟经验值和伤害都做一个提升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毒素抗性，你也可以吃这个，那你的抗毒能力就比较强，就不会被它造成那么多伤害。那我们新的抽奖已经开了，就是连续再送5天，总会送7份，千万别忘记参加。那记得这个影片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从6月6号开始，只要在 Twitch 实况搜寻下爱橘子，并且观看直播啊，就可以获得不同职业的限时外观造型加奖杯饰品。第一周掉宝，侠盗和死灵法师的匕首和单手剑造型。第二周掉宝，魔法使的法杖武器造型。第三周掉宝，德鲁伊的单手斧造型。第四周掉宝，野蛮人的头骨粉碎机武器造型。另外哦，只要在实况频道赠送2份订阅，就能获得限定马匹造型哟。到时候我会24小时实况，欢迎大家来领取造型。